大林，我喜欢你这么久，有做我女朋友吧？还不行，妈妈说我年龄还小嘛，我很早恋。好，你今天要是不答应我的话，我就一头撞死在这个树上，你信不信？那我打个电话问我爸爸妈妈嘛。那行，你现在就打。为妈，因为老人说他喜欢我，说不答应他，他要撞死在树上。要得，好。你妈怎么说？我妈说，虽然我年龄小，但是我已经成年了，我是可以看得着血腥场面的。看得着血腥场面。小姐。嗯。你是姓刘啊？对啊。你是82年的吗？我不是啊，我00后。哎，那你老家是重庆江津的吧？哎，对呀、啊，你对我了解那么清楚，你是不是想追我呀？我追那个锤子哦，你看你是不是真正的了？82年的还是00后，00后，老装两套。大林，帮我拧开一下嘛。妈，喝一口。你不喝你就是我女朋友了，喝了你就是我老婆。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个糟老头，酒坏的。大林儿，恁个喜欢吃冰糕啊？我看看你棍棍呢。倒成那个样子了，我给你重新买一个。真的，真的，快点，大林买回来了，冰冰凉凉的，新鲜的，快嚼！我刚刚煮干净，你别吃。我刚刚煮干净。他最喜欢跟我一起吃饭的是那个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明白了。老板，这个小姐姐买单。这个小姐姐买单。大林，你最近我发现，不准说我胖，不准说我丑，不准说我壮，你肿了。Hello. 我信你个鬼！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哎，大林，嗯，你是单身吗？是呀。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年轻人都喜欢单身呢？单身好呀。单身哪里好了呀？单身好呀，想给他个好，都给他个好。喂。没得人要，哪敢娶我嘛？怎么会呢？你长得这么好看，性格又好，谁不娶你谁傻呀？那你娶我吗？嗯，我傻。我傻。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宁姐。嗯。你是平时怎么样减少生活中的烦恼的呀？嗯，不要跟愚蠢的人发生争执就行了。我觉得你说的不对呀，因为……哎，行，你说的不对，你说的不对。哎，这干嘛呀？吃饭了没？你干嘛学我呀？我喜欢你。我吃过了。小姐姐，我有一点老，你不介意吧？不介意呀。我离过婚，你不介意吧？不介意啊，我还带了个孩子。大哥，我就找个伴娘，你至于吗？你别笑。哎，林姐、嗯，你要是中了5000万的话，你会去干嘛呀？我会第一时间打电话借钱，所有的亲戚朋友挨个借个遍。你都这么有钱了，你还去借钱干嘛呀？因为如果他们不借给我的话，我看他们到时候好不好意思找我借。大家都挺忙的，我们去开门见山吧。你有车吗？不加点位了。你有房吗？3环的别墅。请问你存款是几位数啊？9位数。那你平时都有什么爱好啊？我爱追牛。哎，小姐姐，你多大呀？82啊。82？那我可以问你一下，你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吗？胆小跟长寿有什么关系啊？不敢死。哎，大林，昨天给你买的口红你满不满意啊？满不满意咱先不说，我们可不可以商量个事儿啊？咋量什么关系啊？你说。就以后你
要给我买礼物了呀。你是不喜欢还是不满意啊？喜欢是喜欢啊，但你货到付款是几个意思呀？你是想追我还是想追我？嗨。